今天呢，山里面发现了这个树长满了野果子，你们看一下，就这种呢，我们把它摘下来。这是老爸刚刚摘下来了，摘了三个，你们有没有见过这种野果子？我们待会儿马上开一个啊，让老爸开一个给你们看一下，太大了。我就说你们可吃过，可见过一份，我没见过，那我看过这个事情干。老爸说他开一个，给你们看一下里面是什么样的。行啊，我怎么吃得了啊？慢慢谁娘嘞？快给我哈！哇，里面有好多籽籽在里面。我操！我还是你，慢慢点点籽嘛，搞不得。要吃一批嘛，吃一籽的，我没吃过啊。这个你们说蘸辣椒面会不会好吃？这个我看的是蘸辣椒面好吃。没我点一籽，我也是的，一两籽哎我。来，我看一下。哇，你们看里面吃这样子的啊，这种野果子，哇！你说这个蘸辣椒面好不好吃？你们觉得？那吃啥子也是，一点半一张，也是个一点，反正有点涩涩的。太硬了，大山里面。哦，也是，一点半。